大家好，欢迎来到 HSK 汉语课堂，我是陆云，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学习汉语。今天我们要一起练习 HSK 三级里的阅读一和阅读二。This part 一共有二十题。Today we choose some of the items from the paper to practice together、啊。我们先来看。 第一部分，the first part 的练习。Here are ten sentences from five dialogues, and you will correlate them。我们一起来做练习。From A to E，我们可以看到有 two questions。我们从 question 开始，问题开始。B，阿姨，那您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 花了多少钱？Ask money。我们看看下边的哪一个和钱有关系呢？这里一百万，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你相信吗？这把椅子去年春天卖一百万。我们再看 C，你这条裙子。 是不是有点短？They discuss 裙子。裙子是衣服。我们看看下边哪一个提到了衣服。裤子，真的？那我穿裤子好了。s o 裙子和裤子都是衣服，所以它们是一一起的。真的。 那我穿裤子好了。好，我们来看剩下的题怎么做。我们先看这题。第一次见面我就喜欢上他了，喜欢上他。那么哪一个上面的 A、D、E 在说 the same topic 呢？都是在说他。 这里，你了解他吗？这么快就和他结婚了，所以他的答案是 A。下一题，你累了吧？休息一下，我来做饭。他们现在 discuss 做饭，那么 D 和 E 哪一个和做饭有关系呢？ 这里洗碗筷和盘子，所以 D 不用客气了。你一会儿洗碗筷和盘子吧。最后一题，你们上次去的那个饭馆离这儿远吗？Ask a distance。E 很近，就在。 这条街的后面，你做对了吗？我们一起来做阅读第二部分的练习。我们先把要选的词读一下：讲、率、健康、习惯、年级。好，我们一起来做五十一。 蓝天，白云，什么树呢？可以看到前边的 relates to color，所以我们填绿树。绿 means green。蓝天，白云，绿树，那儿的环境真好。五十二，妹妹的孩子今年七岁了，应该上一什么了呢？ Go to school。那这里应该是年级，年级 means grade。五十三，有不懂的地方就去查字典，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学习什么呢？我们可以说一个什么呢？A、C、D 可以说一个。 D 习惯，我们可以说一个好习惯，good habit。那么 opposite word 就是一个坏习惯。好，我们来看剩下的两题。五十四，爸爸，您每天喝杯红葡萄酒对什么很有帮助？那 A 和 C，我们填哪一个呢？ 我们说对健康很有帮助，对 something 很有帮助。Be helpful to。对健康很有帮助，对学习很有帮助。五十五，跟以前比，我现在的普通话什么的好多了。 普通话 means Mandarin，所以应该填哪一个呢？A 讲的好多了。我们来看这个练习，我们先把上边的词一起读一下。教多么和满意，终于。 好，我们来看怎么做。我们先从这一题开始。Before the blank, there is a m a r r o w word。有条，我们可以说一条什么？A B C E F，可以说一条河。一条河，地图上这儿有条河，怎么没看见呢？ 所以选 C。我们再看这题，这是一个什么好的机会呀、啊、？Maybe such a good opportunity。我们应该怎么说呢？B，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呀、啊！你必须去。五十八，我画完了。 你看看什么吗？B 说好极了，好极了，means 非常非常好。你画的越来越好了，那么 A、E、F 哪一个合适呢？可以说非常非常好，所以我们填 E 满意吗？好，我们来看剩下的题。 五十九，59, 你什么回来了？啤酒买了吗？B 说：“医生不让你喝酒吃肉，我买了些果汁和牛奶。”那 A 和 F 哪一个可以放到“回来了”前边呢？终于，finally，你终于回来了。最后一题。 你做过哪些工作？B 说：“我以前是大学老师，因为是老师，所以我们填教 to teach，主要教东西方文化比较。”刚才的练习你都做对了吗？在今天的练习里，you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ome questions, especially the reading part one, just like. 那您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你这条裙子是不是有点短？你还要注意这些 phrases，just like 对身体、对健康很有帮助，be helpful to，对学汉语、对画画很感兴趣。 B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Chinese，对学汉语很感兴趣。好，我们的课就到这儿，再见，下次课见。